哎，大家好，那个我是蛋宝，哎，不是，我是。喂。再次。大家好，我是迪亚胖。我们这家办一个超扯的比赛。在三年前，我们刚搬来通化街的时候，我们办过一个颜色杯第一届卤肉饭王大赛。嗯，那时候由 Zack 大获全胜，成为第一届的颜色卤肉饭王。几万？十万。这次我们要再办一个属于北方人的比赛，就是颜色饺子王大赛，Dumpling King。这一次就非常刺激，分成四队。然后每队有三个人，我们这种已经用初赛就是看一下画面。对，接下第五道大会，哇，这如果、哦、那天如果那个水饺有问题的话，失误动作的话，台湾的西亚圈就不行了。台湾西亚圈整个就去一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进行最重要的分组，就是抽签，三个人为一组，三打三。三打三。已经有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已经有一组已经确定了，是由内功跟蛋宝配成一组，卤肉饭 King。对，这四组分别有个队长，第一队当然就是我啦，第二队长是小光，是今天的寿星，还拿了块炸鸡，游了。生日快乐！哎，还有第三组就是刚才说的前一届的那个卤肉饭王内功。我个人认为是这次比赛最大的一个黑马吧，超恐怖了！大家来看，吃到死，小胖，完命！那我们现在来要开始抽签了，我们从那个年纪最小开始抽好了。现在终于上场舞台上，所以这次用诺赛 style 唱着 side to side， 摁住的 S， 但诺赛 player 69北岸 69 of Taiwan feel the beat of 气氛 grooving， 每夜每晚 we keeping smoking chilling。你情不自禁点头，那是因为我们音乐让你产生一种感受。EWGPIWGBZ 登场，首发在颜色里头亮相，仿佛我们就是 VIP。下个是谁？没有人注意。哎，刚才画面看完了，就是那个我们已经经过非常公正公开的方式，已经分好组了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到了真正的比赛当天了。没错，那我们要解释一下规则，要怎么比？我们是分成以三打三的方式，怎么比呢？比赛时间是半个小时，对，三十分钟。前三十分钟是正规比赛时间，正规比赛时间就是当然就是大家那个比说每一组大家可以吃几颗啊，然后到三十分钟 B， 然后钟响的时候，铃响的时候就开始先统计成绩，各队队长出来开始要抽牌，接下来就是加时挑战赛，剩下十分钟，你如果抽到黑桃的那队呢？加时挑战在十分钟以内，每次一颗就乘两颗，就乘两倍，变两颗。剩下三组比较不幸抽到这三张牌的，就除二。这样子就让还有吃两颗才有一颗。对，代表希不希望抽到这张啊？哦，我超想，我势在必得黑桃 S。第一名 Dumpling King 就可以得到那组，就可以得到新台币12000。我问王的，吃饱未？无出来洗洗，行啦，莫牵拖马，唔是句话，凊彩穿短裤穿拖。最近较烧热，久无烧吹，若无招伊，伊拢无招我。三加二八无爱，好无来吃夜市，拄着电啊杆，无你安全无的拢骂伊。好佳哉，迄个队长是阮爸的结拜兄弟。哎，哇，好像，请看一下这一队，速度超慢的。这队真的是行好跑。而且他们两个还是有偷鸡的，队长还帮他们吃了部分的水饺。我们这叫做组织进攻。我今天将微博的蛋糕下去捞水暖。那公爹公，迪拉队获得冠军。北方人还输啊！我觉得虽败犹荣啊！这辈子没吃过臭豆腐，这几个啊，不懂啊，被讨啊，尬了就啊！下一届是什么？下一届是那个薯条吃薯条大赛，麦当劳张惠文的麦当劳店举行派对，吃薯条派对，财大气粗就是我们颜色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蛋宝，也叫软嘴唇，我是 Masca。然后今天要告诉你们呢，就是12月25号圣诞节。
下午3:30在华山 Legacy， 没错，我们会有一个就是 Remix 的七周年庆的活动，是，对，然后当天会有Mazka 蛋堡、柯佑伦、艾伟伦，我们四组艺人轮番上阵，然后会有一起合作的东西，当天一定会非常精彩。下午圣诞节下午你也没事啊，来这边就对了，晚上有什么局再去。Yeah， 我们刚刚练完团了。对啊，对，就这样吧。跳个 popping 好。好。Legacy 见 ，Legac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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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，见见见见见见见，哎。